各位傳媒朋友，多謝大家今日下晝嚟呢個記者會。稍後，而最後嘅一個本地個案，一個未揾到源頭嘅本地個案咧，係喺4月19日。所以一般嘅意見，包括專家嘅意見咧，而家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可以稍為放寬我哋嘅社區隔離嘅措施。依家政府仲係籌備緊派口罩啦，同埋最快都要下個月先派到俾即係市民。唔該。我答後面的問題咧，請陳局長講講。經考慮過疫情的最新發展、學校的準備同埋防疫物資的供應，政府決定在5月27日開始分階段復課。夜總會幾類嘅場所都係比較高危，所以要關閉14日啦。仲要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呢幾向每名持有有效身份證的香港市民免費派發呢個可重用的口罩？口罩的中文名稱是同心抗疫口罩，這個同是銅線的銅，因為這個物料是有用在這個口罩裡面的，心是電心的心字，英文名是 Q-mask， CU 是代表銅 copper 的化學的符號，所以我們就叫它做 Q-mask， 但大家也可以叫它做 CU-mask，因為是銅的化學符號，亦可以將它演繹為是我很想見你的口罩，因為是 CU mask。